听说就是他害死陈家大小姐，陈大家的呀。妈，周依然，这个不惜心肠的女人，你敢杀了我的宝贝女儿？我没有。要杀了你！我没有。给我打！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，她没有杀人。闭嘴！你女儿杀了人，罪有应得。墨家有这样的少奶奶，简直是墨家的耻辱。住手！陈夫人，我们墨家的事我自己会处理。莫启琛，你女人杀了我女儿，我会给你们陈家一个交代。莫启琛，我没有杀她。可除了你，还有谁会是凶手？刀上还有你的指纹。周依然，我知道你一直看不惯陈宇，所以我才让他平时都躲着你点，可我没想到你竟然容不下他，杀了他。你这个疯女人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是他想要杀我。可死的人是他，不是你。周依然，你到现在还在狡辩。我没有。快叫救护车！准死，还没有为女儿的死付出代价。你能不能用你的猪脑子想一想？我已经是墨家的太太了，我为什么要杀她？你说再多都是狡辩！你一个乡下出来的穷丫头，凭什么抢了我家小雨的位置，嫁到墨家成为墨太太？秋萍，秋萍，这桩婚事是莫爷爷向我求来的。醒了，哭什么？还给你委屈上了。我委不委屈你在乎吗？这么多年你眼里只有陈宇，你到现在你还坚定地相信他。算了，我跟一个死人争什么，我累了。周依然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莫启琛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周依然，你以为我是你想要就要，想扔就扔的男人？你死也要给我死在莫太太的位置上。莫启琛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放开，放开我。莫启琛，你把我妈妈带来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杀人凶手。我跟你说过他不是我杀的，可你就是不信。我怎么信？难不成他自己给自己一刀让我跳下去的？难不成他自己给自己一刀，然后跳下去的？是，就是他自己咎由自取。既然绝对不会允许你有第二个孩子，去死吧！周依然，你到现在还在狡辩！我告诉你，别仗着自己是莫太太的身份就有恃无恐，跪下！不可能！我跟你好好说话，是因为你还是我儿子的亲生母亲，否则我直接废了你。当年要不是你耍手段，抢走陈宇莫太太的位置，现在还要亲手害了他。那你就杀了我！是，在你心里我杀了陈宇，然后跳下去的给你的白眼婚陪葬。周依然，你别以为我不敢。今天你不跪也得给我跪！怎么，莫总裁舍不得杀我？到现在还嘴硬！不要，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！老太太，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一下自己吧。我女儿
没有错。爱和恨切割一方，不要杀太太。我们可以临上梦却安然无恙，不要伤害我妈妈，怎难忘。是我杀了陈瑜，我嫉妒他搅动我丈夫的爱，是我把他推到河里的。你早认错就不用失去了。莫金城，你还不如杀了我。杀了你就好好的痛苦给我活着。赶紧送我去医院。做梦。你也该尝尝这生不如死的滋味。莫金城，我忘了。太太，我送你去监狱赎罪。依然，依然，你快起来。老夫人，我再给你们母女最后一点相处时间，记住，是最后一点。妈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。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。依然，你要挺住，我要去找你外公。等妈妈回来，老夫人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去哪里？当然是送你回家呀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理理我。景儿，景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我带他来让你看看。玉佩，我杀了你。景儿别哭，妈妈会给你报仇的。就你这样的还想报仇？你给我等着。妈妈，我找爸爸来救你。你爸爸傻孩子，就是你爸爸送我进来的。李佩，你要是把我儿子怎么样，我以后肯定不会放过你。你还不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吗？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吧。陈夫人，你开个条件，如果你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那可不行，我想让你死。不要不要。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现在周依然的生死在我手中掌握着，只要你从这儿跳下去，我就答应你，起码让他有一口气活着。我女儿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竟然把她往死里逼！就看老夫人愿不愿意用自己的命换女儿的命。我们刚刚拿掉了他肚子里的孩子，
你们这群疯子！老夫人，你再犹豫不决，可就晚了。依然，妈妈和爸爸离婚了。我跟着你，依然只要你。以后呀，我会用生命来保护我们家依然。我女儿会向你们讨债的。刚刚才妈妈的死讯，你胡说！他在十五分钟之前跳楼自杀，不可能！妈妈刚刚还说找外公救我的。莫启辰，我妈是不是没有死？死了，人就在停尸间。莫启辰，我那么的喜欢你，你却为了一些虚有的罪名迫害我、侮辱我，甚至伙同他们逼死我妈妈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说我活着是不是一个笑话？你给我装什么武？从你对雨儿挥起刀子的那一刻起，这一切就都是报应，都是你罪有应得。莫启辰，你是真想？你从前就是这副无辜的面孔来博取爷爷的怜惜。我希望你不会为今日所作所为后悔。依然，依然是我。依然，你醒醒。大妖精，快醒醒，大妖精。程叔，原来是你啊。大妖精。小姐，陆亦然。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让他闭嘴！我看谁敢！我是陈家人，是莫启辰的未来岳母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莫总，刚刚监狱那边传来消息，太太被人带走。谁带走的？郭庆先生。有谁能躲得过莫启辰的调查？先生很在意太太吗？多嘴！三天之内给我查出周依然的下落。不然给我滚！董事长，大小姐肚子上的刀伤开裂，又刚流产，再加上心理郁结，导致大出血。现代价都要救我的宝贝外孙女，现在即刻开始着手打压莫家和陈家那边，即便是两败俱伤，也要为我的女儿报仇。外公，外公，我的宝贝外孙女，外公在哪？外公，然然没有妈妈了。然然，外公，然然要给妈妈报仇，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还从未看过这个世界。然然。想做什么就放手做吧。大小姐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问我。谢谢陈华叔叔。关心关心一下自己吧。我女儿是没有错。穆总，医院的人刚刚打来电话说太太出现了。我就知道他会回医院找他妈。
听说他害死陈家大小姐，真的假的呀？妈，啊，周依然，这个不惜心肠的女人，你敢杀了我的宝贝女儿？我没有，杀了你！我没有，给我打！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，她没有杀人。闭嘴！你女儿杀了人，罪有应得。墨家有这样的少奶奶，简直是墨家的耻辱！住手！嗯、陈夫人，我们墨家的事我自己会处理。莫启真，你女人杀了我女儿，我会给你们陈家一个交代。莫启真，我没有杀他。可除了你，还有谁会是凶手？刀上还有你的指纹。周依然，我知道你一直看不惯陈宇，所以我才让他平时都躲着你点。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容不下他，杀了他！你这个疯女人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是他想要杀我。可死的人是他，不是你。周依然，你到现在还在狡辩。我没有。不要伤心，快叫救护车！准死！我还没有为女儿的死付出代价。你能不能用你的猪脑子想一想？我已经是墨家的太太了，我为什么要杀她？你说再多都是狡辩！你一个乡下出来的穷丫头，凭什么抢了我家小雨的位置，嫁到墨家成为墨太太？秋萍，秋萍，这桩婚事是莫爷爷向我求来的。醒了，哭什么？还给你委屈上了？我委不委屈你在乎吗？这么多年你眼里只有陈宇，你到现在你还坚定地相信他。算了，我跟一个死人争什么，我累了。周依然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莫启辰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周依然，你以为我是你想要就要，想扔就扔的男人？你死也要给我死在莫太太的位置上！莫启辰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放开！放开我！莫启辰，你把我妈妈带来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杀人凶手！我跟你说过，那不是我杀的，可你就是不信。我怎么信？难不成他自己给自己一刀，然后跳下去的？难不成他自己给自己一刀，然后跳下去的？是，就是他自己咎由自取。依然，绝对不会允许你有第二个孩子，去死吧！周依然，你到现在还在狡辩！我告诉你，别仗着自己是莫太太的身份就有恃无恐，跪下！不可能！我跟你好好说话，是因为你还是我儿子的亲生母亲，否则我直接废了你。当年要不是你耍手段，抢走陈宇莫太太的位置，现在还要亲手害了他。那你就杀了我！是，在你心里我杀了陈宇，然后这样再记得给你的白眼翻脸。周依然，你别以为我不敢。今天你不跪也得给我跪！怎么，莫总裁舍不得杀我？到现在还嘴硬！不要，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！老太太，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一下自己吧。我女儿怎么样？
有错。爱恨恨千个一方，不要伤害他。我们虽已临山，梦却安然无恙。不要伤害我妈妈，怎难忘？是我杀的陈鱼，我嫉妒他抢走我丈夫的爱，是我把他推到河里的。你早认错就不用使劲。莫金城，你还不如杀了我。杀了你，你就好好的痛苦给我活着吧。赶紧送我去医院。做梦！你也该尝尝这生不如死的滋味。莫金城，太太，我送你去监狱赎罪。依然，依然，你快起来。老夫人，我再给你们母女最后一点相处时间，记住，是最后一点。妈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。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。依然，你要挺住，我要去找你外公。等妈妈回来，老夫人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去哪里？当然是送你回家呀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理理我。景儿，景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我带他来让你看看。一太，我杀了你！姐，别哭，妈妈会给你报仇的。就你这样的，还想报仇？你给我等着！妈妈，我找爸爸来救你。你爸爸？傻孩子，就是你爸爸送我进来的呀。李佩，你要是把我儿子怎么样，我姚哥你不会放过你。你还是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吧。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吧。陈夫人，你开个条件，如果你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那可不行。我想让你死。你看我来这里做什么？现在周依然的生死在我手中掌握着，只要你从这儿跳下去，我就答应你，起码让他有一口气活着。我女儿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竟然把他往死里逼！就看老夫人愿不愿意用自己的命换女儿的命。我们刚刚拿掉了他肚子里的孩子。
你们这群疯子！老夫人，你再犹豫不决，可就晚了。依然，妈妈和爸爸离婚了。我跟着你，依然只要你。以后呀，我会用生命来保护我们家依然。我女儿会向你们讨债的。刚刚才妈妈的死讯，你胡说！他在15分钟之前跳楼自杀，不可能！妈妈刚刚还说找外公救我的。莫启辰，我妈是不是没有死？死了，人就在停尸间。莫启辰，我那么的喜欢你，你却为了一些虚有的罪名迫害我、侮辱我，甚至伙同他们逼死我妈妈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说我活着是不是一个笑话？你给我装什么模？从你对雨儿挥起刀子的那一刻起，这一切就都是报应，都是你罪有应得。莫启辰，你是真相。你从前就是这副无辜的面孔来博取爷爷的怜惜。我希望你不会为今日所作所为后悔。依然，依然是我。依然，你醒醒。大妖精，快醒醒，大妖精。程叔，原来是你啊。大妖精。小姐。陆亦然。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让他闭嘴。我看谁敢。我是陈家人，是莫启辰的未来岳母。放开我。放开我。莫总。刚刚监狱那边传来消息，太太被人带走。谁带走的？王先生。有谁能躲得过莫家的调查？先生很在意太太吗？多嘴，三天之内给我查出周依然的下落，不然给我滚。董事长，大小姐肚子上的刀伤开裂了，又刚流产，再加上心理郁结，导致大出血。一切代价都要救我的宝贝外孙女。现在即刻开始着手打压莫家和陈家那边，即便是两败俱伤，也要为我的女儿报仇。外公，外公，我的宝贝外孙女，外公在哪？外公。然然没有妈妈了，然然，外公，然然要给妈妈报仇，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还从未看过这个世界。然然，想做什么就放手做吧。大小姐以后有什么事情，尽管问我。谢谢陈华叔叔。关心关心一下自己吧。我女儿真的有错。穆总，医院的人刚刚打来电话说太太出现了。我就知道他会回医院找他妈。
听说他害死陈家大小姐，真的假的？就是这样。妈，啊，周依然，这个不惜心肠的女人，你敢杀了我的宝贝女儿？我没有，杀了你！我没有，给我打！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，她没有杀人。闭嘴！你女儿杀了人，罪有应得。墨家有这样的少奶奶，简直是墨家的耻辱！住手！陈夫人，我们墨家的事我自己会处理。莫启真，你女人杀了我女儿，我会给你们陈家一个交代。莫启真，我没有杀她。可除了你，还有谁会是凶手？刀上还有你的指纹。周依然，我知道你一直看不惯陈宇，所以我才让他平时都躲着你点。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容不下他，杀了他！你这个疯女人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是他想要杀我。可死的人是他，不是你。周依然，你到现在还在狡辩。我没有。快叫救护车！准死，还没有为女儿的死付出代价。你能不能用你的猪脑子想一想？我已经是墨家的太太了，我为什么要杀她？你说再多都是狡辩！你一个乡下出来的穷丫头，凭什么抢了我家小雨的位置，嫁了墨家成为墨太太？秋萍，秋萍，这桩婚事是莫爷爷向我求来的。醒了，哭什么？还给你委屈上了？我委不委屈你在乎吗？这么多年你眼里只有陈宇，你到现在你还坚定地相信他。算了，我跟一个死人争什么，我累了。周依然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莫启辰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周依然，你以为我是你想要就要，想扔就扔的男人？你死也要给我死在莫太太的位置上。莫启辰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放开，放开我。莫启辰，你把我妈妈带来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杀人凶手。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杀的，可你就是不信。我怎么信？难不成他自己给自己一刀，然后跳下去的？难不成他自己给自己一刀，然后跳下去的？是，就是他自己咎由自取。既然绝对不会允许你有第二个孩子，去死吧！周依然，你到现在还在狡辩！我告诉你，别仗着自己是莫太太的身份就有恃无恐，跪下！不可能！我跟你好好说话，是因为你还是我儿子的亲生母亲，否则我直接废了你。当年要不是你耍手段，抢走陈宇莫太太的位置，现在还要亲手害了他。那你就杀了我！是，在你心里我杀了陈宇，然后跳下去的，给你的白月光陪葬。周依然，你别以为我不敢。今天你不跪也得给我跪！怎么，莫总裁舍不得杀我？到现在还嘴硬？不要，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！老太太，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一下自己吧。我
我幼儿真没有错，爱恨恨欠的一方，不要伤害他。我们虽然谋却安然无恙，不要伤害我妈妈，自难忘。是我杀的陈鱼，我嫉妒他抢走我丈夫的爱，是我把他推到河里的。你早认错就不用使劲了。莫启程，你还不如杀了我。杀了你，你就好好的痛苦给我活着吧。赶紧送我去医院。做梦！你也该尝尝这生不如死的滋味。莫启程，我忘了。太太，我送你去监狱赎罪。依然，依然，你快起来。老夫人，我再给你们母女最后一点相处时间，记住，是最后一点。妈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。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。依然，你要挺住，我要去找你外公。等妈妈回来，老夫人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去哪里？当然是送你回家呀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理理我。景儿，景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我带他来让你看看。玉佩，我想了你。姐，别哭，妈妈会给你报仇的。就你这样的还想报仇？你给我等着。妈妈，我找爸爸来救你。你爸爸傻孩子，就是你爸爸送我进来的。李佩，你要是把我儿子怎么样，我以后肯定不会放过你。你还是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吧。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吧。陈夫人，你开个条件，如果你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那可不行，我想让你死。不要，不要，你派我来这里做什么？现在周依然的生死在我手中掌握着，只要你从这儿跳下去，我就答应你，起码让他有一口气活着。我女儿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竟然把她往死里逼！就看老夫人愿不愿意用自己的命换女儿的命。我们刚刚拿掉了他肚子里的孩子，
你们这群疯子！老夫人，你再犹豫入学，可就晚了。依然，妈妈和爸爸离婚了。我跟着你，依然只要你。以后呀，我会用生命来保护我们家依然。我女儿会向你们讨债的。刚刚才妈妈的事，你胡说！他在十五分钟之前跳楼自杀，不可能！妈妈刚刚还说找外公救我的。莫启辰，我妈是不是没有死？死了，人就在停尸间。莫启辰，我那么的喜欢你，你却为了一些虚有的罪名迫害我、侮辱我，甚至伙同他们逼死我妈妈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说我活着是不是一个笑话？你给我装什么模样？从你对雨儿挥起刀子的那一刻起，这一切就都是报应，都是你罪有应得。莫启辰，你是真相。你从前就是这副无辜的面孔来博取爷爷的怜惜。我希望你不会为今日所作所为后悔。依然，依然是我。依然，你醒醒。大妖精，快醒醒，大妖精。程叔，原来是你啊。大妖精。小姐。陆毅然。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让他闭嘴。我看谁敢。我是陈家人，是莫启辰的未来岳母。放开我。放开我。莫总。刚刚监狱那边传来消息，太太被人带走。谁带走的？抱歉先生。有谁能躲得过莫家的调查？先生很在意太太吗？多嘴，三天之内给我查出周依然的下落，不然给我滚。董事长，大小姐肚子上的刀伤开裂了，又刚流产，再加上心理淤积导致大出血。这代价都要救我的宝贝外孙女。现在尽可能开始着手打压墨家和陈家那边，即便是两败俱伤，也要为我的女儿报仇。外公，外公，我的宝贝外孙女，外公在哪？外公。然然没有妈妈了。然然，外公，然然要给妈妈报仇，害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还从未看过这个世界。然然，想做什么就放手做吧。大小姐以后有什么事情，尽管问我。谢谢陈华叔叔。关心关心一下自己吧。我女儿真的有错。穆总，医院的人刚刚打来电话说太太出现了。我就知道他要回医院找他妈。
听说他害死陈家大小姐，真的假的？这样的呀？妈！啊，周依然，这个不惜心肠的女人，你敢杀了我的宝贝女儿？我没有。杀了你！我没有。给我打！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，她没有杀人。闭嘴！你女儿杀了人罪有应得，墨家有这样的少奶奶，简直是墨家的耻辱。住手！陈夫人，我们墨家的事我自己会处理。莫启琛，你女人杀了我女儿，我会给你们陈家一个交代。莫启琛，我没有杀她。可除了你，还有谁会是凶手？刀上还有你的指纹。周依然，我知道你一直看不惯陈宇，所以我才让他平时都躲着你点，可我没想到你竟然容不下他杀了他。你这个疯女人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是他想要杀我。可死的人是他，不是你。周依然，你到现在还在狡辩。我没有。不要让眼泪失控，快叫救护车！你准死，还没有为女儿的死付出代价。你能不能用你的猪脑子想一想？我已经是墨家的太太了，我为什么要杀她？你说再多都是狡辩！你一个乡下出来的穷丫头，凭什么抢了我家小女的位置，嫁来墨家成为墨太太？秋萍，秋萍，这桩婚事是莫爷爷向我求来的。醒了，哭什么？还给你委屈上了？我委不委屈你在乎吗？这么多年你眼里只有陈宇，你到现在你还坚定地相信他。算了，我跟一个死人争什么，我累了。周依然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莫启琛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周依然，你以为我是你想要就要，想扔就扔的男人？你死也要给我死在莫太太的位置上。莫启琛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放开，放开我。莫启琛，你把我妈妈带来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杀人凶手。我跟你说过他不是我杀的，可你就是不信。我怎么信？难不成他自己给自己一刀让我跳下去的？难不成他自己给自己一刀，然后跳下去的？是，就是他自己咎由自取。既然绝对不会允许你有第二个孩子，去死吧！周依然，你到现在还在狡辩！我告诉你，别仗着自己是莫太太的身份就有恃无恐，跪下！不可能！我跟你好好说话，是因为你还是我儿子的亲生母亲，否则我直接废了你。当年要不是你耍手段，抢走陈宇莫太太的位置，现在还要亲手害了他。那你就杀了我！是，在你心里我杀了陈宇，然后这样再去的给你的白月光陪葬。周依然，你别以为我不敢。今天你不跪也得给我跪！怎么，莫总裁舍不得杀我？到现在还嘴硬！不要，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！老太太，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一下自己吧。我以
女儿她没有错。爱恨恨切割一方，不要伤害她。我们分离两生，梦却安然无恙。不要伤害我妈妈，怎难忘？是我杀了陈瑜，我嫉妒她抢走我丈夫的爱，是我把她推到河里的。你早认错就不用失去了。莫倾城，你还不如杀了我。杀了你，你就好好的痛苦给我活着。赶紧送我去医院。做梦！你也该尝尝这生不如死的滋味。莫倾城，我忘了。太太，我送你去监狱赎罪。依然，依然，你快起来。老夫人，我再给你们母女最后一点相处时间，记住。是最后一点。妈，我求求您，你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。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。依然，你要挺住，我要去找你外公。等妈妈回来，老夫人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去哪里？当然是送你回家呀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理理我。景儿，景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我带他来让你看看。玉佩，我杀了你！就你这样的还想报仇，你给我等着。妈妈，我找爸爸来救你。你爸爸傻孩子，就是你爸爸送我进来的。李佩，你要是把我儿子怎么样，我以后肯定不会放过你。你还不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吗？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吧。陈夫人，你开个条件，如果你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那可不行，我想让你死。你派我来这里做什么？现在周依然的生死在我手中掌握着，只要你从这儿跳下去，我就答应你，起码让他有一口气活着。我女儿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竟然把她往死里逼！就看老夫人愿不愿意用自己的命换女儿的命。我们刚刚拿掉了他肚子里的孩子，
你们这群疯子！老夫人，你再犹豫入学，可就晚了。依然，妈妈和爸爸离婚了。我跟着你，依然只要你。以后呀，我会用生命来保护我们家依然。我女儿会向你们讨债的。刚刚才妈妈的事情，你胡说！她在十五分钟之前跳楼自杀，不可能！妈妈刚刚还说找外公救我的。莫启辰，我妈是不是没有死？死了，人就在停尸间。莫启辰，我那么的喜欢你，你却为了一些虚有的罪名迫害我、侮辱我，甚至伙同他们逼死我妈妈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说我活着是不是一个笑话？你给我装什么梦？从你对雨儿挥起刀子的那一刻起，这一切就都是报应，都是你罪有应得。莫启辰，你是真想？你从前就是这副无辜的面孔来博取爷爷的怜惜。我希望你不会为今日所作所为后悔。依然，依然是我。依然，你醒醒。大妖精，快醒醒，大妖精。程叔，原来是你啊。大妖精。小姐。陆亦然。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让他闭嘴！我看谁敢！我是陈家人，是莫启辰的未来岳母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莫总，刚刚监狱那边传来消息，太太被人带走。谁带走的？郭庆先生。有谁能躲得过莫启辰的调查？先生很在意太太吗？多嘴！三天之内给我查出周依然的下落。不然给我滚！董事长，大小姐肚子上的刀伤开裂，又刚流产，再加上心理淤结，导致大出血。血代价都要救我的宝贝外孙女，现在即刻开始着手打压莫家和陈家那边，即便是两败俱伤，也要为我的女儿报仇。外公，外公，我的宝贝外孙女，外公在哪？外公，然然没有妈妈了。然然，外公，然然要给妈妈报仇，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还从未看过这个世界。然然。想做什么就放手做吧。大小姐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问我。谢谢陈华叔叔。关心关心一下自己吧。我女儿也没有错。穆总，医院的人刚刚打来电话说太太出现了。我就知道他会回医院找他妈。谁
听说就是他害死陈家八小姐。真的假的呀？妈！周依然，这个不惜心肠的女人，你敢杀了我的宝贝女儿？我没有。杀了你！我没有。给我打！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，她没有杀人。闭嘴！你女儿杀了人，罪有应得。墨家有这样的少奶奶，简直是墨家的耻辱。住手！陈夫人，我们墨家的事我自己会处理。莫启真，你女人杀了我女儿，我会给你们陈家一个交代。莫启真，我没有杀她。可除了你，还有谁会是凶手？刀上还有你的指纹。周依然，我知道你一直看不惯陈宇，所以我才让他平时都躲着你点。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容不下他，杀了他！你这个疯女人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是他想要杀我。可死的人是他，不是你。周依然，你到现在还在狡辩。我没有。快叫救护车！准死！我还没有为女儿的死付出代价。你能不能用你的猪脑子想一想？我已经是墨家的太太了，我为什么要杀她？你说再多都是狡辩！你一个乡下出来的穷丫头，凭什么抢了我家小雨的位置，嫁到墨家成为墨太太？秋萍，秋萍，这桩婚事是莫爷爷向我求来的。醒了，哭什么？还给你委屈上了？我委不委屈你在乎吗？这么多年你眼里只有陈宇，你到现在你还坚定地相信他。算了，我跟一个死人争什么，我累了。周依然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莫启辰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周依然，你以为我是你想要就要，想扔就扔的男人？你死也要给我死在莫太太的位置上。莫启辰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放开，放开我。莫启辰，你把我妈妈带来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杀人凶手。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杀的，可你就是不信。我怎么信？难不成他自己给自己一刀，然后跳下去的？难不成他自己给自己一刀，然后跳下去的？是，就是他自己咎由自取。依然，绝对不会允许你有第二个孩子，去死吧！周依然，你到现在还在狡辩！我告诉你，别仗着自己是莫太太的身份就有恃无恐，跪下！不可能！我跟你好好说话，是因为你还是我儿子的亲生母亲，否则我直接废了你。当年要不是你耍手段，抢走陈宇莫太太的位置，现在还要亲手害了他。那你就杀了我！是，在你心里我杀了陈宇，然后这样再记得给你的白眼翻白眼。周依然，你别以为我不敢。今天你不跪也得给我跪！怎么，莫总裁舍不得杀我？到现在还嘴硬！不要，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！老太太，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一下自己吧。我女儿也没
有错。爱恨恨牵的一方，不要伤害他。我们相依凌霜，梦却安然无恙。不要伤害我妈妈，怎难忘？是我杀的陈鱼，我嫉妒他抢走我丈夫的爱，是我把他推到河里的。你早认错就不用使劲。莫金城，你还不如杀了我。杀了你，你就好好的痛苦给我活着。赶紧送我去医院。做梦！你也该尝尝这生不如死的滋味。莫金城，太太，我送你去监狱赎罪。依然，依然，你快起来。老夫人，我再给你们母女最后一点相处时间，记住，是最后一点。妈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。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。依然，你要挺住，我要去找你外公。等妈妈回来，老夫人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去哪里？当然是送你回家呀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你理我。景儿，景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我带他来让你看看。一太，我杀了你。姐，别哭，妈妈会给你报仇的。就你这样的还想报仇？你给我等着。妈妈，我找爸爸来救你。你爸爸傻孩子，就是你爸爸送我进来的呀。李佩，你要是把我儿子怎么样，我以后肯定不会放过你。你还不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吗？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吧。陈夫人，你开个条件，如果你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那可不行，我想让你死。你看我来这里做什么？现在周依然的生死在我手中掌握着，只要你从这儿跳下去，我就答应你，起码让他有一口气活着。我女儿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竟然把她往死里逼！就看老夫人愿不愿意用自己的命换女儿的命。我们刚刚拿掉了他肚子里的孩子，
你们这群疯子！老夫人，你再犹豫入学，可就晚了。依然，妈妈和爸爸离婚了。我跟着你，依然只要你。以后呀，我会用生命来保护我们家依然。我女儿会向你们讨债的。刚刚才妈妈的苏醒，你胡说！他在15分钟之前跳楼自杀，不可能！妈妈刚刚还说找外公救我的。莫启辰，我妈是不是没有死？死了，人就在停尸间。莫启辰，我那么的喜欢你，你却为了一些虚有的罪名迫害我、侮辱我，甚至伙同他们逼死我妈妈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说我活着是不是一个笑话？你给我装什么模？从你对雨儿挥起刀子的那一刻起，这一切就都是报应，都是你罪有应得。莫启辰，你是真想？你从前就是这副无辜的面孔来博取爷爷的怜惜。我希望你不会为今日所作所为后悔。依然，依然是我。依然，你醒醒。大妖精，快醒醒，大妖精。程叔，原来是你啊。大妖精。小姐。陆亦然。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让他闭嘴！我看谁敢！我是陈家人，是莫启辰的未来岳母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莫总，刚刚监狱那边传来消息，太太被人带走。谁带走的？郭宪先生。有谁能躲得过莫启辰的调查？先生很在意太太吗？多嘴，三天之内给我查出周依然的下落。不然给我滚！董事长，大小姐肚子上的刀伤开裂，又刚流产，再加上心理郁结，导致大出血，一切代价都要救我的宝贝外孙女。现在即刻开始着手打压莫家和陈家那边，即便是两败俱伤，也要为我的女儿报仇。外公，外公，我的宝贝外孙女，外公在哪？外公，然然没有妈妈了。然然，外公，然然要给妈妈报仇，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还从未看过这个世界。然然。做什么就放手做吧。大小姐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问我。谢谢陈华叔叔。关心关心一下自己吧。我女儿真的有错。穆总，医院的人刚刚打来电话说太太出现了。我就知道他会回医院找他妈。谁
听说就是他害死陈家大小姐，真的假的？就是这样。妈，啊，周依然，你这个不惜心肠的女人，你敢杀了我的宝贝女儿？我没有。杀了你！我没有。给我打！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，她没有杀人。闭嘴！你女儿杀了人，罪有应得。墨家有这样的少奶奶，简直是墨家的耻辱。住手！陈夫人，我们墨家的事我自己会处理。莫启真，你女人杀了我女儿，我会给你们陈家一个交代。莫启真，我没有杀她。可除了你，还有谁会是凶手？刀上还有你的指纹。周依然，我知道你一直看不惯陈宇，所以我才让他平时都躲着你点，可我没想到你竟然容不下他杀了他。你这个疯女人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是他想要杀我。可死的人是他，不是你。周依然，你到现在还在狡辩。我没有。不要让眼泪失控，快叫救护车！准死，还没有为女儿的死付出代价。你能不能用你的猪脑子想一想？我已经是墨家的太太了，我为什么要杀她？你说再多都是狡辩！你一个乡下出来的穷丫头，凭什么抢了我家小雨的位置，嫁到墨家成为墨太太？秋萍，秋萍，这桩婚事是莫爷爷向我求来的。醒了，哭什么？还给你委屈上了？我委不委屈你在乎吗？这么多年你眼里只有陈宇，你到现在你还坚定地相信他。算了，我跟一个死人争什么，我累了。周依然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莫启辰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周依然，你以为我是你想要就要，想扔就扔的男人？你死也要给我死在莫太太的位置上。莫启辰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放开，放开我。莫启辰，你把我妈妈带来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杀人凶手。我跟你说过他不是我杀的，可你就是不信。我怎么信？难不成他自己给自己一刀让我跳下去的？难不成他自己给自己一刀让跳下去的？是，就是他自己咎由自取。依然，绝对不会允许你有第二个孩子，去死吧！周依然，你到现在在狡辩！我告诉你，别仗着自己是莫太太的身份就有恃无恐，跪下！不可能！我跟你好好说话，是因为你还是我儿子的亲生母亲，否则我直接废了你。当年要不是你耍手段，抢走陈宇莫太太的位置，现在还要亲手害了他。那你就杀了我！是，在你心里我杀了陈宇，然后跳下去的给你的白月光陪葬。周依然，你别以为我不敢。今天你不跪也得给我跪！怎么，莫总裁舍不得杀我？到现在还嘴硬！不要，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！老太太，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一下自己吧。我女儿也没有。
有错。爱恨恨牵更一发，不要伤害他。我们天地连山，梦却安然无恙。不要伤害我妈妈，怎难忘？是我杀的陈鱼，我嫉妒他抢走我丈夫的爱，是我把他推到河里的。你早认错就不用使劲了。莫启程，你还不如杀了我。杀了你，你就好好的痛苦给我活着。赶紧送我去医院。做梦！你也该尝尝这生不如死的滋味。莫启程，我忘了。太太，我送你去监狱赎罪。依然，依然，你快起来。老夫人，我再给你们母女最后一点相处时间，记住。是最后一点。妈，我求求您，您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。我求求您，你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。依然，你要挺住，我要去找你外公。等妈妈回来，老夫人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去哪里？当然是送你回家呀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理理我。景儿，景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我带他来让你看看。玉佩，我想了你。就你这样的还想报仇，你给我等着。妈妈，我找爸爸来救你。你爸爸傻孩子，就是你爸爸送我进来的。李佩，你要是把我儿子怎么样，我以后肯定不会放过你。你还不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吗？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吧。陈夫人，你开个条件，如果你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那可不行，我想让你死。你派我来这里做什么？现在周依然的生死在我手中掌握着，只要你从这儿跳下去，我就答应你，起码让他有一口气活着。我女儿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竟然把他往死里逼！就看老夫人愿不愿意用自己的命换女儿的命。我们刚刚拿掉了他肚子里的孩子，
你们这群疯子！老夫人，你再犹豫不决，可就晚了。依然，妈妈和爸爸离婚了。我跟着你，依然只要你。以后呀，我会用生命来保护我们家依然。我女儿会向你们讨债的。刚刚才妈妈的死讯，你胡说！他在十五分钟之前跳楼自杀，不可能！妈妈刚刚还说找外公救我的。莫启辰，我妈是不是没有死？死了，人就在停尸间。莫启辰，我那么的喜欢你，你却为了一些虚有的罪名迫害我、侮辱我，甚至伙同他们逼死我妈妈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说我活着是不是一个笑话？你给我装什么无语？从你对雨儿挥起刀子的那一刻起，这一切就都是报应，都是你罪有应得。莫启辰，你是真相。你从前就是这副无辜的面孔来博取爷爷的怜惜。我希望你不会为今日所作所为后悔。依然，依然是我。依然，你醒醒。大妖精，快醒醒，大妖精。程叔，原来是你啊。大妖精。小姐。陆毅然。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让他闭嘴！我看谁敢！我是陈家人，是莫启辰的未来岳母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莫总，刚刚监狱那边传来消息，太太被人带走。谁带走的？抱歉，先生。有谁能躲得过莫启辰的调查？先生很在意太太吗？多嘴！三天之内给我查出周依然的下落。不然给我滚！董事长，大小姐肚子上的刀伤开裂，又刚流产，再加上心理淤结，导致大出血，一切代价都要救我的宝贝外孙女。现在尽可能开始着手打压莫家和陈家那边，即便是两败俱伤，也要为我的女儿报仇。外公，外公，我的宝贝外孙女，外公在哪？外公，然然没有妈妈了。然然，外公，然然要给妈妈报仇，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还从未看过这个世界。然然。想做什么就放手做吧。大小姐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问我。谢谢陈华叔叔。关心关心一下自己吧。我女儿也没有错。穆总，医院的人刚刚打来电话说太太出现了。我就知道他要回医院找他妈。谁
听说就是他害死陈家大小姐，真的假的？就是这样。妈，啊，周依然，这个不惜心肠的女人，你敢杀了我的宝贝女儿？我没有，杀了你！我没有，给我打！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，她没有杀人。闭嘴！你女儿杀了人，罪有应得。墨家有这样的少奶奶，简直是墨家的耻辱！住手！陈夫人，我们墨家的事我自己会处理。莫启真，你女人杀了我女儿，我会给你们陈家一个交代。莫启真，我没有杀她。可除了你，还有谁会是凶手？刀上还有你的指纹。周依然，我知道你一直看不惯陈宇，所以我才让他平时都躲着你点。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容不下他，杀了他！你这个疯女人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是他想要杀我。可死的人是他，不是你。周依然，你到现在还在狡辩？我没有。不要让眼泪失控，快叫救护车！准死，还没有为女儿的死付出代价。你能不能用你的猪脑子想一想？我已经是墨家的太太了，我为什么要杀她？你说再多都是狡辩！你一个乡下出来的穷丫头，凭什么抢了我家小雨的位置，嫁到墨家成为墨太太？秋萍，秋萍，这桩婚事是莫爷爷向我求来的。醒了，哭什么？还给你委屈上了？我委不委屈你在乎吗？这么多年你眼里只有陈宇，你到现在你还坚定地相信他。算了，我跟一个死人争什么，我累了。周依然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莫启辰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周依然，你以为我是你想要就要，想扔就扔的男人？你死也要给我死在莫太太的位置上！莫启辰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放开！放开我！莫启辰，你把我妈妈带来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杀人凶手！我跟你说过，他不是我杀的，可你就是不信。我怎么信？难不成他自己给自己一刀，让我跳下去的？难不成他自己给自己一刀，然后跳下去的？是，就是他自己咎由自取。既然绝对不会允许你有第二个孩子，去死吧！周依然，你到现在还在狡辩！我告诉你，别仗着自己是莫太太的身份就有恃无恐，跪下！不可能！我跟你好好说话，是因为你还是我儿子的亲生母亲，否则我直接废了你。当年要不是你耍手段，抢走陈宇莫太太的位置，现在还要亲手害了他。那你就杀了我！是，在你心里我杀了陈宇，然后跳下去的，给你的白月光陪葬。周依然，你别以为我不敢。今天你不跪也得给我跪！怎么，莫总裁舍不得杀我？到现在还嘴硬？不要，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！老太太，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一下自己吧。我女儿也没有。
爱恨恨切割一方，不要伤害他，我们随意临深谋却安然无恙，不要伤害我妈妈，自难忘。是我杀的陈鱼，我嫉妒他搅动我丈夫的爱，是我把他推到河里的。你早认错就不用使劲了。莫金城，你还不如杀了我。杀了你，你就好好的痛苦给我活着。赶紧送我去医院。做梦！你也该尝尝这生不如死的滋味。莫金城，我忘了。太太，我送你去监狱赎罪。依然，依然，你快起来。老夫人，我再给你们母女最后一点相处时间，记住。是最后一点。妈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。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。依然，你要挺住，我要去找你外公。等妈妈回来，老夫人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去哪里？当然是送你回家呀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理理我。景儿，景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我带他来让你看看。玉佩，我杀了你！就你这样的还想报仇，你给我等着。妈妈，我找爸爸来救你。你爸爸傻孩子，就是你爸爸送我进来的。李佩，你要是把我儿子怎么样，我以后肯定不会放过你。你还不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吗？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吧。陈夫人，你开个条件，如果你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那可不行，我想让你死。你派我来这里做什么？现在周依然的生死在我手中掌握着，只要你从这儿跳下去，我就答应你，起码让他有一口气活着。我女儿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竟然把她往死里逼！就看老夫人愿不愿意用自己的命换女儿的命。我们刚刚拿掉了他肚子里的孩子，
你们这群疯子！老夫人，你再犹豫入学，可就晚了。依然，妈妈和爸爸离婚了。我跟着你，依然只要你。以后呀，我会用生命来保护我们家依然。我女儿会向你们讨债的。刚刚才妈妈的苏醒，你胡说！他在十五分钟之前跳楼自杀，不可能！妈妈刚刚还说找外公救我的。莫启辰，我妈是不是没有死？死了，人就在停尸间。莫启辰，我那么的喜欢你，你却为了一些虚有的罪名迫害我、侮辱我，甚至伙同他们逼死我妈妈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说我活着是不是一个笑话？你给我装什么模？从你对雨儿挥起刀子的那一刻起，这一切就都是报应，都是你罪有应得。莫启辰，你是真想？你从前就是这副无辜的面孔来博取爷爷的怜惜。我希望你不会为今日所作所为后悔。依然，依然是我。依然，你醒醒。大妖精，快醒醒，大妖精。程叔，原来是你啊。大妖精。小姐，陆依然，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让他闭嘴！我看谁敢！我是陈家人，是莫启辰的未来岳母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莫总，刚刚监狱那边传来消息，太太被人带走。谁带走的？王先生。有谁能躲得过莫启辰的调查？先生很在意太太吗？多嘴，三天之内给我查出周依然的下落，不然给我滚。董事长，大小姐肚子上的刀伤开裂，又刚流产，再加上心理郁结，导致大出血。这代价都要救我的宝贝外孙女。现在即刻开始着手打压莫家和陈家那边，即便是两败俱伤，要为我的女儿报仇。外公，外公，我的宝贝外孙女，外公在哪？外公，然然没有妈妈了。然然，外公，然然要给妈妈报仇，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还从未看过这个世界。然然，你想做什么就放手做吧。大小姐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问我。谢谢陈华叔叔。关心关心一下自己吧。穆总，医院的人刚刚打来电话说太太出现了。我就知道他会回医院找他妈。